左。怎么了？左岸。对不起。都是因为我。我现在就去找系主任，是我破坏了学校的纪律，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。胡小满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无论做什么都只是把自己搭进去。可这都是因为我造成的，是我连累了你，而且我知道了，如果你有了处分就不能优秀毕业了。安宁找过你了？左岸，这件事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成为这样。你是好心帮我，如果我没事儿，反而你有事儿，那我岂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了？我顾小满每天对着镜子，我都想打死我自己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根本不在意优秀毕业呢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种在意虚衔的人？当然不是啦。我不在乎，反倒是你。我？你答应过我的，要拿奖学金当补课费啊。如果有了处分的话，就拿不到奖学金了。就这样吧，算我倒霉。我根本不想解释，解释多了的话，让全校的人知道我在给你补课，就不好收拾了。可是我觉得还是哪里不太对。别想了。大脑活跃的脑细胞是有一定数量的，你每思考一件事情就会死一批脑细胞。现在考试当前，你还把这么珍贵的脑细胞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，难道你不想给我补课费了吗？不是啊。那快回去休息，熬夜也是会死脑细胞的。左岸，补课费。好，我现在就回去睡觉。左岸，谢谢你。还有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我喜欢你。但是我怎么能在你又被我连累的这个时候告诉你我喜欢你呢？左岸，等我拿到奖学金告诉你一件事吧。现在不能说吗？时间不对，那我回去啦。晚安。